就这样了好吗？一位是对你唱歌，一位是企图想要对你吹泡泡，你也可以都不选好吗 ？OK， 两位，请把你的手右手伸出来，来，闭上你的眼睛，一、二、三，请选择。好。B 为什么？巧巧，你看巧巧的脸。为什么？来。哦，他很很深情啊，很深情，唱歌给我听，有动心，有动心。怎么样？你觉得 Patrick？ 哎 ，Patrick 吹出来嘞。哎，演的。有。有我们后置帮你上大一点。真的有哎。我现在看起来更可怜，好气啊！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？好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没关系，因为这个就代表说这是天意。我想要在这边问一下，电影的好朋友巧巧，请问一下，他之前有对你深情唱歌过吗？没有。你可以解释些什么吗？没有，对啊，你要说什么？唱一首歌好了。啊，巧巧，对，要不要算了？要不要算了？等一下，那你要解释一下，你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来这边，然后只跟当普通朋友？解释。对，我们只是就是当朋友这样子。好，尴尬。你他女朋友很友善的。很友善的当朋友是？那有什么话要跟巧巧说呢？我还是最爱你。哦，对吗？假痛，假痛，刚是演的，演的，心机真重。没有啦，就是想吓吓他而已。你太重了吧？不行，太过分，我都不信了。我想说这一段怎么办？怎么播啊？对啊，天哥还说你们干嘛弄一个有男女朋友的来啊？要让他知道要乖一点。像这种的哈，你就想办法把男朋友抢过来。对。这种假酷女生可怕，开玩笑，大家当朋友啦，来。